要呢？哇！哎哎哎！来来来来！哎，阿妈，恁恁 lucky 啊！恁 lucky 啊！ lucky 啊！恁 lucky 啊！保安，你快上来！我先去哦。哦，等我消息。先来看破麦啊 ！Show time！ 你连敢若有较好的迄落角度啦？三仙老婆飘，大老婆飘，给你给一身正气先。啊！到这来，我来噶。你看你是咪兵的？我真笑嘞。啊！哦！让给啊！我有个来告花莲喽，人人的十月天，我们要驾着小蛤蟆长征万荣林道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紧报给你知。安呀喂，你甲看卖嘞，这又是啥物情形嘞？穿越泥巴路，我们来去找温泉，可是情况好像没有我想象的一样轻松嘞。这条路真的是杀手级的，黄大妹代表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西床林道无得惊啦，过关之后才能到达岩洞温泉哦。张客啊，跟着我来呀、啊，我这里有旅游的行程，冒险的历程，只要你好好跟定我沈文成。嘿，对哦，张客啊，今麦我这个电子地图吼，老方便嘞，啊，找路足紧嘞。不用怕迷路，来，哦，来，华联哦，OK， 目标华联港，来找老干啊，好 ，Go。三四五六七，阿弟，我还搁回来华联哦。阿弟啊，阿哥你到位啊？你还搁倒来？啊？无啊，我你创一寡装备啊。是你陪人？嘿啊嘿啊。人客啊，吉凶味道先有条，我若看到这陪人，我就知讲，莫非这届阁是一番的苦战哦？啊？还好啦，离路较远个。路较远？啊，莫来这套啦啊！我咧讲，那黄明忠哦，建个路线，一定拢无咧偌轻松个啦，啊、哦，一定拢是硬道，伊有做铁房做个组长。袂啦，即个，等下你去你就知影。啊、哦，我就知吼，哎、欸，阿姨咧，人咧。伊人伫内底。阿弟吼。嗯。即摆最近较无闲。嘿，最近较无闲。较无闲，好，我来找伊。过年要到。OK， 好，辛苦了，待会见。看到拢像甲你同款嘞，同款嘞。哦，大家到位啊！是啊，辛苦辛苦。啊，即届要带去倒探险。哈！抓哈！嗯，伊即摆寒天嘛。嗯。即个要带遐去找一个另类温泉。啊！嘿，人家啊，你也看，但是影无你。快！你也看，哦。另类温泉，人家讲到温泉吼，阮黄队长带去看了，迄温泉啦，不计其数，拢是足奇怪。都是很怪很怪的温泉，这一次想必也是一样。喂，看到眼口了！哦，对，真的是没有骗我嘞！哇，这么硬嘞，哇杠嘞，哇！我盖个房子。啊？哎。大哥，啊，搞出来 ！Oh my god！ 你看那是咪兵的？小蛋来，我来处理。没有嘞。路程呢？保证哦，你以后拢唔捌跑过温泉。阿叔，哎，阿对，路程你拄仔看阿金弟啊，创遐歹，你就知影讲。原生的，处女的，处女的，拢无人去过。哎，真的哦，对，无人看过。安尼，勉强相信你一道。走。上次在煞袂惯死。乌云满天，
人客啊，太安呢，未前出门就开始在落雨啊。好，出发了。哎、欸，三哥，哎、欸，这台是什么怪机器啊？呢？哦，这是数位摄影机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来个外口个加这个防水壳，啊，哦，安尼这台来这盖就妥当啊。无错，非常好。因为咱即摆要去的所在吼，遐湿气较重。哎、欸，啊，迄个，啊，佫落雨吼。哎、欸，啊，这安尼可能唔惊雨。妥当的啦。欸集合完毕之后，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往万荣领导前进。很久没开我的 IG 出征了，就趁现在好好的跟他培养一下感情，不要到时候漏气爱的拍垮了。从花莲市区出发，走台九线到万里溪，再右转往林天山方向，便可直接上万荣领导了。途中好山好水，还刚好碰上油菜花开，非常之水呀、啊。但越往山中走，天气是越来越坏，让我好担心呢。但是为了一探洞穴温泉的真面目，管它是晴天还是雨天，只要大冒险家走过的地方就是好天。不过为了此行的安全，我们还是停下车来尽人事，听天命，向天空献上我们小小的心意哦。有啊欸、巧克力来我来真久没在小蛤蟆出外境了，看到这个雨滴滴落，不知道要落到当时我都要改变。黄孝凡自己掌握，其他的就交给天公了。这就是大冒险家的精神，无败无波比，无败还来出事情。希望咱们的人跟器材都可以平安顺利，将最好的画面带到观众的眼前。黄队长，这条是啥物路来这么歹啊？这条路万荣林道啊。万荣林道。对对对，咱顶届去摩尼沙卡，咱是爬溪底入来。有有有有。咱这摆是爬这林道起来，去山的顶面起来。哦，安尼我想起来。嘿。捌一届有无？阮讲是要爬去公迄个七彩湖，啊，直接对啊过来万荣，啊叫你来这接我。哦，对了对了对。就这条。就这条，就这条，嘿，没错。啊，不然咱无行嘛。啊，咱是沿着啥物溪起来？咁万里溪。下开就万里溪啊。是哦。这算上盖上游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啊，咱即摆要去找迄个温泉吼，嘿嘿，啊，就是爱有遮落去。下车，嘿、欸，下车，即摆咱下车落去，会当去搭河床。啊，但是即落天气，啊，咱雨滴滴倒，滴滴倒，啊，落袂停，咱万一下得去，去上不来怎么办？嗯，应该袂啦。真看麦？嘿，真看麦，无雨无介大，开始落尔吼。咱拄只有土地公庙拜拜。有啊有啊，有拜有保庇。希望天助我也吼。这个绝情雨滴滴落，让万荣林道变得更加泥泞不堪了、啊。咱们小心的通过了几个崩塌的路段，发现就连小溪沟都变成了瀑布，吼吼，惨喽！游啊游啊游上万荣林道，如果不是黄明忠在矿场工作的朋友布置的收灾和温灾，我们压根也不会想到在这么深山的地方会有这样特别的温泉。于是小悍马带路，咱们的外景车也就跟着冲了。大冒险家吉普车站就要开战喽！管你好天还是坏天，晴天还是雨天，只要我们大冒险家出发的日子呢，就是好天。也不过话虽然是安尼讲，如果雨少下一点点吼，我会足感恩呢。你嘛咧帮帮忙，要来就来啊，讲遐多。
阵嘞，会使借问一下，等下你要带我去底？来找一个无同款的温泉。无同款的温泉。哎呦哎呦！啥物无同款？会使报一个鼻汤无？等下到位就知。哦，安尼哦。绝对是毋捌看过。安尼。嗯。哎，安尼热安尼，人开便便，互咱晒安尼袂歹啊。对啊，即摆都是要盖好行无？盖盖平。啊，不过后壁安怎都唔知影。后壁都盖远啊。你捌去？两年前才捌来过。嗯。啊。过来就唔捌行，因为即摆风太过了，落大雨，即溪床拢会改变啦。啊，落后壁改变了，我听讲足侪温泉拢会出现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即摆意思就是安尼。就听讲即摆阁有新的一个，即原住民人讲的，啊，讲有看到一个无同款的。哎呦，说哦。伊个水挂过了，伊个即个河床拢改变去啊。哦。哎，啊，所以伊也阁定不出来，啊，唔知什么成。伊讲。我了解。嘿，改特殊的就对。迄个运气运气啦。当然当然啦。有当时有一年有两个过几年，两个无看。绝对会甲昨昏的同款，迄个无同款的运作就对。阿叔。好 ，Show time，Let's go。在耍，咱就起来小悍马，都元气大伤。阿未好玩，等于他搁咧疗伤嘞，你都要挖出来。到时阿无了出来去无，因为咱我到现在只无车无够，嘛是挂灯走出来，无法度。路啊！现在这正常固定的路，固定的路，也不然就搁修命。哦哦，搁修第一风台过拢会搁挂走。哎，搁过哦，然后平常是去放箭啊，迄种分摊。哦，吃石头。哦，阿家，啊，心疼心疼，小号码对不起啊，这是哪里哦？啊！你来，带你来去洗温泉啊！泡点温泉。我们有状况吗？咪咪。啊，倒车了。今天啊。今天是楼顶的，我也挂起来。今天有石头无？倒车。哎，阿伯啊！啊Oh my god！ 阿妈晒的啊！你坐到顶去无？顶去到石头，我真无贵。哦，好大意！爱看爱对路。你主要无食豆腐。哇！目睭变目镜差掉了。没有在看。没有在看啊！人修路的关系啦。好啊。好啊。三千块买给你啊！三千块买，轮子悬空了。三千块买来。三千块买。往前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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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，哦！好死我！大家唔得，大家唔得，大家唔得快无？啊，别个一条你摸一条摸落去啦！啊，掉爆了，他妈崩起！刚才太硬了，吼！还好是，我你断流。那下面装那个下巴，要保护着。你穿它太硬，我给。你等下哦，对对哦，再讲下啦。
你讲对插头头。猪肉进。猪肉进。我平常时安那甲你交代，安那甲你训练。啊，这不同款，这顶职业级的。我要甲你升做正驾驶啊！你安尼在闹鬼。头一届塞这款的路。啊。头一届塞这款路。你要看着前面。嗯。看着前面车子它的路线。对。哦，好不好？嗯。尽量。大家小心一点。哦。小号码虽然很强悍，但是不是万能的。哦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还是要爱护他，爱惜他一下。我该休息，我该休息，慢走。那传这些新进的新兵，我是老兵带新兵，我较艰苦，我爱跟照顾。哦，交麦麦讲我无交代啊。好啦，我较随意。OK， 好，继续啦。哇，知无？切切这边。好，行。慢慢切这边，哎呦，左边嘛。左边啊。你还再一次啊？没了。哎，尽量靠左，好，好，好。对对，好 ，OK， 过呀，过呀，过呀，好。OK，OK，OK。我想无呢，啊，路这宽呢，弄到这来。叮叮叮。哦，你好。哎，等阵呢，我咧烦恼啊，路这摆啊，咱迄个超级救援员那个老蓝哥不对。啊，万一那世代那吊车变喏，准备甲恁救啊？嗯，应该袂啦。啊，来个车，当然来个半路啊。嗯。啊，那有四台车啊，应该互相支援应该无问题。反正面，来个车嘛是爱行。我是讲到这来。你去设计的话，你已经到半路啊，你进退不得。要提嘛不是，啊，到这来就继续进啦。行，应该过来嘛是超接风路尔。啊，等我看有什么状况，咱够经验啊。好啊。咱就小心啦。系啦。哦 ，OK， 无得唔得。好，来 ，Let's go。来，不要对来啊。喂，车队，出发。越对对，那边路基点，大家都全部交接。跟着我们的那个路线走。哦，没错。阿进，阿进，猪肉进，听到没？你嘴巴该多点。OK。让开，你有看了无？不是三两三，不敢上梁山。这种路可不是随随便便、轻轻踩踩就能够开得进来的。两眼直盯前方，两手蓄势待发，时时掌握状况。一有不对，嘿嘿，哎呀喂，屁股一律变两半，一秒钟震动几千次的快感，保证让你全身震到动未掉。加油哦，低马进来，前方的路还很遥远，继续搞震落去。不知道前面还会有什么状况啊？真正是苦战啊！怎么会掉下来？螺丝拧起，你看这种掉下来，迄个阿拢咪轻的下无？之前比赛时阵哦，比赛煞只在以为在比赛无？比赛煞都拢无个修理无？啊叫因为今日要一个拍这黄爪无？啊车无够，啊说米我掉出来，啊螺丝拢各部位零件拢无个顺过，是安尼？啊这嘛螺丝嘛无去，爱找看螺丝，无去螺丝拢落去哦。
你螺丝落去嘛。车子还可以跑吗？可以，即摆爱找着链哦，找着链那个螺丝啊，等下哦，倒吹哦，大家倒吹，看有螺丝无？有无？沈哥找到了，链来了。我收过啦，爱用收过啊，爱收。爱到时候我陪，我来。最近我爱换衫的。我咱这边坐看螺丝哦，螺丝有两无用。你这样螺丝无完，咱另外比材料，无去顺，无去顺就练啦。螺丝，哎，都丢到遮无？哎，紧嘞紧，我惊伊搁捞走。好啊，你紧换衫。啊，我边啊找螺丝来。好。再见，各位。推着三粒螺丝都弄五粒哦，嘿，啊，这两粒，我边拢找无，啊，伊这离水边无介远哦，甲另外伊头面伊会夹掉的无，有在跩喷水，但是喷水地面，啊，伊才着淡伊啊，到换你啊，我无法度啦，我不要死哦，我着，我着你，叫我，爸，搞死，爸，讲起来身体我着足委屈啦，我，啊，什么我叫去找？你话真嘛？你家己看，你讲我。我知真真嘛，啊，卡你卖，是啊。咱等下转来哦，你等下袂晓再用几公里以上，到二十公里。你即马从苏沙起来，等下看落来我搭地表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哦。啊，你即马螺丝起来，啊，咱等下再来收敛。人家交到歹朋友。落去就可能比较高，但是迄个比较高。我叫你找螺丝，你是咧？我猜，对啦。找螺丝咧。再上伊啊！你咧拍高。好，行。多亏万里溪水清澈见底，抢救螺丝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。来历的水光亮到刺眼，亮到不行，不愧是花莲的溪啊！但是吼，蔡总啊，伫底啊，就路边啊，路边的石头底啊，我敢知，下边找啊，咋唔甲咱讲的？你叫我找着我唔知啊，安尼我说个，啊，你个马贵岛啊，哎，阿仁即摆咧煮一挂烧汤哦，会只起只火，有啊，即摆来用啊，食只烧汤啊，食食的哦，啊，咱顶下斗斗，好啊，啊，来等下过来去，现在你们全部改进啦。然后，好，你也先处理好，咱等下。我给你，给你，好吧。我晓得。我到那叫阿姐过来去。我快冻僵。赶快去洗澡。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还是心有余悸。大伙儿花了不少时间，一一找回从小蛤蟆身上逃跑的零件们，将他们一个一个仔细的锁。这些小东西哦，可真是顽皮啊！但少了他们，我们就真的进退不得了。快到阿杰啊！阿杰啊！哦，你看这石头，真的，好了，哎，看到源头了，哎，真的没骗我呢。啊，哦吼吼，哦，行行，啊，你帮姐，哦，那小松，你讲我，那弯头了，要补出来。这个鳌鳖，还有龟缸呢 ！Oh my god！
看。对了。你看温泉花，温泉菜。等等等，好，等下泡。包上去，我弄一弄。哦，我本来都要去去尊嘞。对啊。这蛋糕有这个福利嘞。都是那个铁的味道，女性的味道，这样温泉。啊。含铁的比较多、哦。经过拄只苦战，我们终于到达这个上盖顺的温泉，数着两只已经震到皮皮出的软脚丫。可怜哦，咱上盖辛苦的小汉嘛，无法度就来泡一个，轻松一个。不过呢，回去我会给你好好的照顾的啦。哎，我真的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另外那个温泉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好不？好啊，这体色呢？差不多 ，OK。过来找另外一个。啊！看起来好红的，这几条呢？哎哎，哥，温泉花哦，咱存在，给你哎，温度无同，较少呢。哎，阿莲那款，有水无？啊，水的吼，红红红的。像迄个是啥物石头啊？总统币哦，总统币耶！哈哈哈！那我这温这温度还蛮适合的啊。哎、哦，大哥，水啊！啊，咱第二子山是白灰，安内只就红灰。对啊，这就是有寒气跟猛啊。你看嘞，啊，你看，哎，敢那迄啰豆灰安尼喎。哈哈哈！敢那迄啰食迄啰无牛排了后，伊毋是迄啰布丁？哎，布丁咧果冻迄种。哦哦有没有像布丁人家有像布丁不？哦哎、欸！原本万里溪内的鸳鸯温泉因为天灾而被掩盖，没想到反而出现了这么一个红色的温泉。像这种红色的温泉河真是罕见啊！这一趟真的是来对了，抱着期待的心情，我跟阿林呢继续往前走，寻找温泉的源头。顺着红色的温泉溪流走，究竟会发现什么样的东西呢？五彩呢？红的，五彩金融。哎、欸，这么红的，哎、欸，看到烟囱了？哦，对对对，真的是没有骗我嘞，哇，这么红的。哇！哇！好些嘞。没办法，这温度差不多，啥痛啊？啥痛？可以的。啥痛？把它去敷好了。那个，就是只要比那个我们。那个本流有没有？那溪水搁较温度好啊，那个是温泉啦。真个啊，我讲啊，哦，管无偌大，就是温泉嘞。哦，这皮都重，你看嘞，啊，有你看，水哦，温度几了，安静去。喝一口红色的温泉水，不知道它的滋味是否就像它的颜色一样的特别。在立山环抱的大自然里，有这么一个奇妙的温泉出现，真的是令人 surprise。 我和阿吉娜一起观察这个美丽的红和自然简单的绿搭配，一起创造出最漂亮的颜色。最美丽的颜色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，而是被大地所孕育出来的，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才是啊。我和阿吉娜被水吸引在这里流连不去，但是快快时间，再不赶快，恐怕就到不了岩洞温泉。前方的路不知道是好是坏，还是赶紧赶路啊！啊，那无都爱摸黑前进喽。
两个，咱落来看卖下子，头前遐敢那崩山咧。哇！哎呀！我崩山。哎呦，崩得足严重个呢，路看不到了嘛。一边路接落去无？哦。咱要落瀑布里边呀。哦。啊，下骹就溪底啊。我还佫有一段呢。嘛袂介远啦，即嘛是即个有无？嗯。即厝安尼毋知路会通无？啊，无咱赛较歪来看卖啊。吓，哦，好无？啊，再佫计划。伊到嘛，头前个尔嘛。好。吓，来一个看卖。头前啊。大路，冒视野啊！好水啦，哦，好水。哎，阿芝麻，这边有空调也好。哎，干嘛都做了？哎，这啥物鬼土皮？要翻回去哦。哎，那我后边有啥房啊？唔好，咱过来，等会咧我看你。啊，等你过来就先搬看。啊，咱等下先过来一点看卖下子。好好，先到前面看啦。那一定会贵，咱再来中介啦。哎，要不先那边贵，你再过来看，好不？好，咱先把钱过来一点看卖。OK OK， 那走吧。再见哦，再见。太贵了。好不容易突破重重难关，没想到原本可以穿越瀑布下方的林道竟然给断掉了。吉普车不行，我们也只好步行到对面看看前方的路况，真是令人担心啊。哇，三年前要来过，哎，较一痛苦啊！哎，这路是用石头，我无人行，你真正无人行，透下看下看，你人较大只，走，我今拄啊往北遐吼，哎，唔知安那，我看不太乐观，叫我放下一个，对啊，这个，哦，看到开这样了，哇，你看这里，我叫你放下你看 ，Oh my god！哇，好厉害，严重了！这都爱规个江边来做啊！这一个江边看嘛无法哩哦，拢公厝的。哇，了解。哇，是吧？规山拢，规山拢出来。哇，这个差不多一公里嘞。本来路伫遐桥啊，是吧？安尼去，这边了无？啊，去到迄边，溪底遐无？嘿。你讲古伫遐路会当落去到溪底？你望安尼就无到啊。啊那边哦，你再等哦。安尼啊。那你都要找路下车啊！咱这边要落去啊，控股就那个温泉，那就是下骹呀。安尼哦，咱这边安尼落去。这边看似很近啊，可是吼，这下去我看真的还是有点距离，这上坡三七八公尺的。有哦。先研究一下，阿金啊，等下，恁先请过车等下。哦，那就看你安那落去撑无。不管，你安那做好。啊，先直接落来，落去到遐看有无好落去。
照你讲，遮落应该是落来。啊，不过就是爱先看看这种区迄边、靠迄边、树迄边了。应该只要如果拍来、痛伤了，那如果才尽量落。我是听讲这只做法太复杂，我太着急，啊，不然就锁啊吼，放个车遐度，你放慢遐。哦，拍掉了。啊，你锁落来，啊，我停落遐看过。安尼你过，你较有滴。坐西背山啊！哎，阮专门的，我去电话给你注意了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 ，OK。到时看你的老头。哎，实在是吼，明明对面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到西里，却遇到了大本山。黄老板，先吃饭再讲。那拄到这种情形，真正就无法度啦，路已经断去啊。哦，我们家只能走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就想办法要下切了。但是吃分红最大，那么还是用吞一挂亏的，等你汤好整。哎呦，等下啊，哪家你出班哦？真正透冻的。阿姐，你对阿切几多？这嘛挂。阿姐。下骹这。12.5度。人家看12.5度啦，哦，等下搁正客呢。该练，该练哦。你来了，该练。我那个黄队长上好，你个温泉都要搞找出来哦。哦，我你正常空调吹不了温泉。嘿，啊，恁若无吹着温泉，阮真正会寒死。辛苦的迄落结霜哦。烦恼免啦，这等下咧食着无嘛爱找到有啊。好好好，好，紧的哦，巴肚枵咧。为什么饿得比较快呢？我先落来探看麦啊，等我消息。飞机哦，飞机还袂吃嘞呢。先来探看麦啊。Show time。你敢到水来哦？我再落去查看麦。青苔，人活哦，你们还个生苔？这边没路了，这边太危险了，我看一下那边。我懂。压梯啊吼，啊就就垂直啊。一直的。咱所有有够。哎。啊，石头结骨都有青苔。啊，我看迄边迄个有无？哎。一个转弯尔，遐可能有路啊。不是拍弯就对了。就是讲，它那个也不是石头啦。嗯。啊，即个种花板啊啥，可能较土的啊。安尼咱落来啊。较土硬的啊。啊，较去到后边啊，就干嘛去？哎，咱就北区吼，
退后差不多一千公尺，我们就找找看。啊，那无这数，你有够长，你无落去，我嘛无落去。对啊。你还过来装逼嘛？我懂啊。下去降落伞都无差啦。那说用溜的较紧啦，但危险啦。啊，你咱做啊，休息，咱在后边。哎，较艰苦咧，不要紧，安全啦。啊，咱的做休息，咱就过来一点下你看看是啥？啊，没错。都这，我这你比啊比渡海较嗨。没错啊。我都累啦。啊那边呐。啊。啊这袂当落啊。这无三条路啊。啊你来过去。哎。真的吗？啊过来。那你可能你边。等等我们一下，我们过去看。哇。在哪里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真的吗？我看看。哎，哦，有啦，有啦，这有人行过啊。因为，因为哦，遐无落来，一定只是搁拍垃圾哦，要比落去溪底，我们只树条从山往有只落去。哇，安尼只就会使啦。嘿啊，啊，咱行看卖下子。好啊。应该是有只落去，无唔对啦。但是即摆已经要五点了呢。哎呦，要暗啊！啊，咱等下起来，唔知几点啊？啊，你有准备食的吗？有啊，有啦，有啦，电拢带，电拢带，都有带，都有带吼。好好、啊，那我们就下去了。哦，长一下时间，李先生，对后边，我扶侬。这种人行，我怕你困过。拍人真厉害，都是人行出来。再对这边来。哦，啊，这路较路较平啊，拄爱着路啊，行出来啊哈。看我的哈。你听到声音吗？听到声。哦，听到那个瀑布那个水声就对了。坐落去谈那个瀑布流落来的声。哎哎哎。安尼，佫顺这落应该对无？有影吼。应该嘛是咧到啦。确定。咱来拍落去，较看会着，看会着瀑布无？现在我。看到就是啊。好。就离开这就不远啦。来，我来。哦，就这么的。佮袂使。前面没有路，哎哎，到齐哦，这里啊，我等着。阿妈嘞，我再来，我有得赶紧啊，我冇得赶。我喷了好水，你也擦，你擦安全。我再轻松我一块，你今天爱挑战夜战啊？加油加油，等一下时间了。有介绍哦，真的哈、哦，好啊，你别打，好，进来进，加油，要挂住，加油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哎，愈看愈像哎，瀑布啊，看到了哈，就是这样，那我下切了，哎，这不错，过来哦，你看，是这样的 ，OK， 那我们找个地方这样的，对啊对啊，兄弟，没错，再看住哦，加油。虽然随着水深下潜，让我们还不至于迷失在丛林里，但是眼看天色已晚，还是忍不住担心了起来。
马巴岛。行出来到位哦。你若讲讲，我了解。白天站到黑夜，就可以这样了哈。对啊，那边就是峡谷啦。瀑布的峡谷，跟大块都来一样啊。啊，你讲的温泉就伫迄边呀？哎，咱有块瑞，哎，个到到个叫。接到那个。要搞哎呀。很牛呀。有这个皮带啊。我你先啊。他这个皮带。他这个皮带你玩。哦，来。哦。那边快递有，快递点。还有差不多50多公尺啦，好，加油。我干嘞。哎。光光的，敢那一根钢条。啊，就是这，就是这。真的。哎。耶。就是伊。拍空的有无？哎哎哎！工地迄个工人大工了。哦，啊，我阮同胞就对了。嘿，啊，咱拄啊哦，来到遮都暗。嘿。哦，巴肚拢枵起，有两个骨。对啊对啊。啊，咱物件拢有炸落。嘿。啊，先煮只物件食着。好。啊，下暗可能来大车哦，因为咱落来到遮暗啊，我秒去无法度。下暗大车。哎，当然的咯。啊，因怎？遐着讲。啊，无去再搁去啊。好啊。好无？泡温泉。泡温泉，泡一只咖啡啉着。好。温泉咖啡，哎呀，享受我的人生。你这空调嘛，温泉对个。哦，真的哈。好好，坐。好。小巴，这么些温泉的。小巴，一楼的。喂，喂，东宝，你不是守恩城吗？啊，你从哪里过来？我从那个上面啊，那个三层瀑布那边下来的。哦，那个20几K 那边啊。对啊。那么厉害，那个怎么过的那个？那我们就是找路啊。哎，找路就慢慢这样砍砍砍就下来，这样子。哎，这这样还要拉绳子。哇，那个一般我们那个原住民都没有办法过，你都你们那么多人有办法过？没有办法。那个我听老板说，这边有发现温泉嘛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告诉我的。我才泡两三次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听到消息的啦。喂，那么快？全台湾省我不敢讲哦，我跟你讲，找温泉我们已经算专家了。哦，啊，真的有温泉哦，有，哎，在后面，在后面了，哎，哇，泡得到，可以哦，可是那么多人，肯定要泡到天亮哦，天亮没关系，我们轮流一下就好了，只要有就好了，哎，对对对，没有去那个管子匠哦，不知道你们来我们这边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，只要有一堆火给我们温暖就好了，啊，下来了，啊，这知道说这边有原住民。挖到的温泉，我就哇很高兴的啊！这个温泉是那个什么不小心挖到的哦，真的啊，真的是很福气。那比较特别，哎，比较特别哈。那我们就下个装备哈，对吧？哎，猪脚猛夹。你讲的怪温泉是不是这样？哎呦 ，bingo！ 人家请他来，他请进去，刚刚进去。哦，好。那看我等下来，大家来探探一下，听听嘞。哦，那个我们东西卸下来。我的同胞的私密汤泉马上现身，大爆猛男秀即将上场喽，小太！喂，哎，小哥，喂，哦，人客啊，你话，这好多兄弟啦，人讲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还泡温泉啊，变平咧弄啦，拢无安尼拍只招呼咧，还好。哦，小哥，你好。啊，嘿，人客啊，你啊看，但是影无咧，快。好好，那豆类拢无事。嗯，加个鸡肉拢消毒啊。袂歹呢，豆类是吧？我做够好，你做够好呢。哎呦，人家啊，有看到流水呐无？真正是上野味的温泉旅馆。刚才一路下车，两只腿抖到皮皮喘，即马嘞，吼，烧甲冻袂了，真正是好多人生。我觉得我的同胞真是幸福啊，这种感觉就等您亲身来体验喽。哦，这个
就等我到遮提示啦。你来看，等下你看安怎做，安怎做。温泉不能换啦。我知，我做温泉做到这样子，伊嘛讲个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啥物温泉吼？我用片就知啦。椰汁素够了。阿彪，那个过咸水的。对，你遐看哦，咸水哦。要啥子款？不管看哦，出来去，迄个。哎，这条不同款哦，伊个生鲜啊，有伊是白色的，两百米哦，对啊，两百米。安尼源头到这温度，可能有差哦，我去看卖啊。有备好来哦。当然哦，我准备一条。几度？起码，哎，要三十度。三十度。哎，三十度。安尼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稍等一下。我加较少啦，加较少，加较少。因为你这吼，加较少。伊光头都三十度。三十度。蛋就知，我今日食不完哦，食不完，这汤啊真系冷气。好，32.3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滚头头烧了都，你又变汤，你今日泡的，哎，完了，那你煮就干。不要，哎，37.2啦，哎，知道。哎呦，哦，入来入来，温泉啊，这好的温泉。那你等下去，等下想做些纪念好不？嗯，我就想想海哦。嗯，这样子叫一下，谢谢。来，帮你一点哈。麻烦你。哦。你这汤底我尝过来，这我是应该的。哦，来，你调。哦，来，你调来。哎。哎。来，调调，哎哟，要叫大家跟他漂亮景观里哦，景观照哦。哦。哎，哥哥，调节，调节嘞。哎耶。哦，明面子。好。哎，哦，大家用金碗里只无？来去拍档咯！啊，最健康安尼哦。哦，来，好 ，OK， 来看好位啊。绝对不好笑哦！他进温泉坑，从脚丫一路热到头顶，密闭在坑道内的热气从四面八方而来，那种感觉就像待在地上围式的烤箱里面，一个长达200公尺的隧道式烤箱。第一次走过这么长的烤箱，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。相信这种情景，人客啊，您的贵宾兄一定也能够感受到，对不对？这么天然的烤箱可不是人人都有福气享受，因为温度高又在密闭的洞内，所以空气真的是闷到让人受不了。别说我没交代哈，有过那个跟那个心脏边哦，千万都别进来哦。你看看看咧啊，
就连咱们的机器都快不行了。不要紧，我来就好。老板，我喊你加倍。一口甘甜的泉水让人通体舒畅，冲下洞穴的温泉真是精神百倍。大冒险家节目四年来走过无数个温泉，而这一个洞穴温泉的确令人印象深刻。台湾有很多罕见的景色，而这些都要感谢各地支持大冒险家的朋友们，将最特别的私房景点告诉了我们，我们才得以将这些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，真的是努力啊。天在电话里，你说有几天的假期？想到这里，看山看水，是我烤的山猪皮。人家、啊，我的山猪皮烤了呢，懂不？老崔呢？啊，我觉得，真的是人间美味啊！还有你在里面哈、哦，很像那个三温暖，三温暖啊，什么都有，这刚刚好。那个身上那个油啊，跟你这个烤的山猪皮一样啊，全部都出来了。哎呦，对，哎，等一下还可以。问你的福气呢，听得懂吗？知道。是你的福气了。不会。哎，我很佩服你呢，这么高的温度之间，你还可以在那边工作。我们已经习惯了啦，啊，你们也很厉害啊。可是问题是你的油都还没出来啊。没有出来啊，也是一样啊。哎，谢谢你呢。真的很温馨，好吃哦！这么寒冷的天，那这个公鸟跟我的同胞，大哥也是第一次来，享受这么原始自然、绝佳的美味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啊！我的平地人，自然有福气，有这些东西，已经很满意，要干哪一屋木木。马上你的羊盖盖，这儿子不是娘妈给爸爸。抹上盐巴的山猪皮，就是山中最赞的美味啦！再多的大鱼大肉，都比不上一豆包在这里一同享受着自意的人生呐、啊。